糖尿病是一个咩嚟嘅咧？系一个 diet disease 嚟嘅，即系咧我哋一路以嚟咧积累落嚟食翻嚟嘅病。当然撇除一啲有啲天生嘅或者有啲身体个细胞嘅问题嗰啲啦吓，大部分嘅糖尿病咧都系食翻嚟嘅，所以啲糖尿病咧亦都可以咧将佢食翻好嘅喎。是咪啊？呢个好消息嚟嘅喎，好多人认为糖尿病啊，点算啊？点算啊？其实咧，你都会可以喺每日嘅生活上边改变一下饮食，改变一下生活习惯，加一啲生物医学嘅营养，就可以帮到你咧逆转糖尿病嘅。